听到了一丝吃了喝的意思。我在草丛里面隐身，是我。我们说实话，各位，人生的路都很长的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我们这个年龄很容易迷茫，不过别去想太多事情就好了。该来迟早会来的。啊哦，没事，他不敢那个的。老鼠，来泰坦，泰坦是笨蛋，泰坦早点往这边靠，我都感觉得到了。吃不了一点，兄弟，能吃一点，我跟你信。你他妈的干点人事行不行？那个狗东西，为什么闪现咬他呀？我操！我妈差点，哎，这不慢慢打就好了呀。来吧，兄弟。怎么说？谢谢鬼。我再吃一层，兄弟，我是贪狗。OK， 我吃饱了就撤了。混血鬼什么都干不了。混血鬼什么意思？混血鬼。混血鬼想跑，还有法团鞋，我试试能不能追到。我光一个大好像没什么用。A 一下就知道了，不会的兄弟，小丑没那么好像没有以前那种那么容易现出来的。这小丑要露面，他从这里一 Q 过来。哎，他抓中路了，我操！有一吗？变吸血鬼可以杀小丑，他在附近。啊，人呢？我先锋快到了，我不去吃红，你上头放个先锋偷东西去，反正不知道。闪避嘛，跟你们说过的。我真搞不懂这个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为什么这蛋时打时不打，伤害一点都不稳定。老鼠在哪儿去了？我买我没了，这点东西。
哎，不用交这个闪，闪交的好白痴。用派克看能把剑姬 W 打出来呗。不要松，知道吧？别人打你，你就打他呗。那能怎么样？他能把你怎么样？他除了赢你还能干嘛？怕了吗？怕了过我啊？什么东西？下水道的东西也敢来挑战？那个什么佛爷哥，灵魂，我连心灵都不怕，我就怕下水道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有点怕。还不怕他，我要试试。老鼠，我感觉到老鼠在哪儿了。喂，他红路哎，别吸我！我嘎了，哎，蹲蹲蹲 ，nice， 活了。完了就是极限啊。开玩笑，那怎么可能一三年呢？老鼠遭罪了，我有蓝草。找小丑去，就你会隐身。
去了，哎呀，我操！我还有两把，打完的话再打一把。嗯，变老鼠了，我操！他打个鱼都不用交 W 啊，我以为他有没 W 的，被捡到攻速很致命。没重伤啊，电击往那边去了。